卫生库房。我想那个咖啡所以我要 Hello， 你就是要练习怎么用咖啡风机。你再存档一下，你先存档，再回去存档一下。你看来良心建议，再回去存档一下，这样你就不用再剪这么多东西。因为你刚刚是存档前，存档前，神明保佑。那种，所以我要找的是什么？猪，我不知道怎么教他啦。没关系，一般就不太会教人。你就把那个咖啡杯放在这里，这边放在那个位置。你走，先走到那里。对，走到那里，然后放。不要靠太近，不要靠太近，然后往回，立刻往回走，立刻掉头，立刻往回走。他咖啡杯没有放，没有放。不能就没有，你再进去，你的咖啡杯应该没了。我不能就逃吗？没有，他没有放成功啊，他没有放。你往下游，你往工具人，他没有放成功，所以他的咖啡杯还在。你等他咖啡杯一出现在地板上的时候，就看。小屁哦，够强哎！放啊！啊，看太近了，往回走，往回走，他冲他走。不是的，你们你的咖啡杯不见了。啊，所以呢？你再回去你再回去见保健室看看咖啡房。对了，不是啊，遇到他不是赶快逃换了？没有，我们要过去另外一边。我们要另外那个门。对对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要去的地方在哪里？对，因为那个门。好，你不用存档了。你要走到那边去放啊！不要靠他太近。你如果靠他太近，会被他那个。对，然后退到门那边就好，退到绿门那边。然后往后走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对不起，我在咖啡粉头上，那是鬼，那是鬼，那是鬼。最后鬼有四个胃，吃到饱，吃到饱，吃到饱，他刚吃几碗了？三碗。吃完有了，我没算。我一直想说他到底能不能过得了这一关。我刚才也是玩了两次才过这一关，真的好笑。对，好，然后再走到那个柜子那里，走到柜子那边，然后再这边。对对，到那里，然后按照的时候右键右键，然后快点走，快点走，快点走，猪猪不要这样，我紧张。快点，你要赶快进去那个门。好，你可以放开右键。快点，那要吃，那要吃，哪要吃？对，他就是。等一下，你这里还在打字，所以你要赶快拿要吃，快点，好，我们再继续吃交换饭哈。第四碗，哇，好热哦！天哪，第四碗了，好笑，干！那个吃很饱，你不要再一直存档，很浪费这空间呢。没塞你。你知道什么？我先笑我。那个门前你要赶快准备咬匙进去。小鸡说：“吃交换饭。”肯定肯，啊，往后跑，丢，哦，他瞬移耶！对呀，快点，然后走过去，赶快他小尾饭吃完是有时间的，右键，快点起来，赶快关上，小船是在这里，你赶快进去。我按了，为什么右键不能按呢？等一下停，停。为什么我按了右键，他还是不能？你被鬼发现之后，你就不能按了，你只能逃跑。是第五碗。究竟是脚尾饭还要吃几碗呢？究竟是问你要给他吃几碗吧？你怎么会这样？好热哦，快点啊！吃了第五碗的鬼，你到底要给他吃几碗？第一碗吧。我想要早点回家，你不要。我觉得真的就是，你退一点点就好。他瞬移耶，我推一点点，我怕。啊，因为好吃啊，因为好吃啊，因为好吃啊，就像我一豆糖一样。好，过去，快点过，快点！好，脚也放在吃完。啊，你可以放开，放开，丙奇放开，丙奇放开，赶快进去，丙奇放开，等一下，他还没，你手不要动，快点，他快吃完了。
还快吃完了，你手一直在动我，还快吃完了，笑死我！现在呢？现在是怎样？紧急淋浴用水盆好像有一颗又是塞子，七八打，是要等下是要干嘛？臭咖啡病鬼，对呀、啊，那这鬼吃了六碗呢、欸，松香水。好饱的鬼哦，他让普渡都不用来了。你也会觉得饱吗？你也会觉得饱？有哎、欸。